开始慢慢进到重头戏啦。来，下一个奖项叫做最想娶回家的女神，我们等一下这个 V C 啊，哎，看到没有？最想娶回家的女神，大家的最想娶回家是哪一个？这二十个里面，有没有想到？刚到，刚到，刚到，修修，刚到是吧？修修，哇！来来来，看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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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很好，刚到。哎，这好像是鱼哥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是郭雪。哎，来了来了，郭雪芙。对啊，罗斯小姐要出现。最想娶回家，怎么那么凶啊？真爱找麻烦，真爱找麻烦出来啦。黑道的意思就是说，哇，好，大家看到了，最想娶回家的女神呢，得奖者就是郭雪芙了，我们欢迎雪芙。衣服没换哦，衣服没换哦，没换衣服哦，不敬业，不敬业，不敬业哦。蔡总编辑颁奖一下，来，蔡总编辑颁奖。好，本哥都上一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好，奖项很重哦，小心拿，小心拿。不要拍我。来，我们这次我来 Q 好不好？来，先看左边，好不好？先看左边，先看郭雪芙的左边，好，左边 OK 吗？郭雪芙的左边 OK 吗 ？OK 吗？来，接下来看中间，来看正中央，正中央，好，正中央，正中央，中间好，右边，右边，好，中间偏右一点，中间偏右一点哈，对，这两个，对对对，中央偏右，好，来，接下来慢慢看下面，下面这两位坐着，摄影大哥 ，OK 吗？好，最右边，最右边，来看一下最右边。OK 吗？哎，好，我们谢谢蔡总编辑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知道要鼓掌，我知道要鼓掌。来，再一次，左边来，啊，左边来，啊，这是外面来，好，中间好，上面上面，来上面，我们慢慢来，没关系，左边来，左边，先来，来慢慢用讲就好了，不要比的，谢谢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左边，左边，好，慢慢看中间，主持人，中间过一下。来，中间偏右，来，中间偏右，谢谢。右边，右边，中间偏右，二楼。这边，这里，一楼，一楼，一楼。来，右边三楼。三楼啊，三楼啊，三楼几楼？摩天楼。来，有什么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慢慢转回来。来，再慢慢转回来。对。几楼开一楼啊？来这里。来几楼？几楼？几楼？来这边吗？上面，上面。来这边。上面，上面。挂尾，挂尾。好，最后十秒钟，最后十秒钟，好，来把握一下时间。左右边。就是、哪里好笑？三不五时的傻笑，应该是这样子，是吗？是吗？还是因为你最近在戏剧上面的表演其实很不错？可是我在戏剧的表演就很野蛮又很凶，我会抱回家哎。真的吗？那在新戏里面呢？在新戏里面，还是一样。之前是比较野蛮，然后之后是比较骄纵，对，骄纵。所以你觉得是不是台湾男人现在都喜欢野蛮，喜欢骄纵？好实在，有可能哦。大家可能想我欺负他吧？大家可能都很想被雪芙欺负吧，对不对？那可不可以谈一下，你们到你们在今年年底跨年的时候会在哪里？哎，粉丝可以去那边找你拍。在跨年台中。台中 ，OK。所以详细的情况就可以上，还有很多啦，还有很多场，在那个 Facebook 可以找到。对，哦，上他们的官方粉丝团嘛，看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没关系，来，我们今天就谢谢雪芙，谢谢雪芙，谢谢，谢谢，也恭喜他得奖，谢谢。